兰博的徒弟迷雾有多猛，就在上午的直播中，迷雾以41杀的战绩又震撼了全网。各种极限操作，开枪必挡人，多次单挑满编，狗砸百米瞬秒皮卡，决赛圈与鲨鱼的巅峰对决更是堪称经典。对面是鲨鱼，兄弟们，对面是鲨鱼，兄弟们。都知道迷雾刚刚打出了48杀全网赏金赛最高纪录，而今天他的发挥依旧是那么惊艳。哎呀，没了。完了，兄弟们，怎么这么准？他凭什么每喷子都能喷到人呀？怎么看着他打跟打人机一样？老子去昨天上头了，也去韩信那边打，打了半天打了个零伤。没有，你是我徒弟。是啊，我今天给你个平板，你去睡觉吧。喂喂喂喂。喂，师傅。车站拿到21淘汰的兰博已经不想说话，只盼着迷雾早点嗝屁，而他的嘴确实是开过光的。就是。喂，师傅，你们就传这。别！衣服！哇，死了小妹子，我去，真的还敢收枪走？我去，幸亏跟他说两句话，不然老子可能也得去死。虽然迷雾遗憾离开中心车站，这小妹你好商量的，这个接下来的发挥依旧是那么稳定。直接开除！直接开除！等，看虎跳水洞，看虎跳水洞。右边水里还有一个，右边水里还有一个。对面是个车队，对面是个车队，对面是个车队。这老六也会玩了，这走位，这假老六，我去。我去！喂，哇，其实你们是人吗？这什么生法呀？这我这游戏还能这么玩，兄弟们，这游戏为什么能这么玩呀？看别人打的那边都跟炸鱼一样，自己上去打被别人当鱼炸了。你看这些木乃伊看着，在他眼里看这些木乃伊好菜。36个了，37个，这个妹妹还辣妹，哇！你再有一个，直接秒掉，还有一个，对，兄弟们，对面是不朽人，兄弟们，现在迷雾在跟不朽人打，兄弟们，看一下到底是不朽人能赢还是迷雾能赢，兄弟们。好，对面在敲雷，别着急。OK， 看一下迷雾怎么操作。哦哟，他们说你叫一身衣服，直播间上5000了。这个外面的衣服没点进来呢，点进来看一下。真的 ？OK， 马上刷圈了。我直接把计算机吃了。OK， 不求人也是选择。OK， 当福利博了。OK， 也是非常细节。对面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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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。能否拿下迷雾？能否拿下41杀 ？OK， 还是不选择干他吗？还要扛？我去，非常细节，非常稳健。对面是谁？对面是鲨鱼，兄弟们！对面是鲨鱼，兄弟们！迷雾跟鲨鱼撞车了吗？对，就拿下。咱就说我们是不是师傅，你是不是我徒弟？是师傅，你说师傅。那咱们能不能对折半呀，就折一下呀，就不要那么多呀。你这个杯子我不举了，这个杯子我不举了。什么师傅，你这要乘二吗？差4个人头，然后觉得有点可惜，然后给我